是旭哥沃凯安玩转旭哥手游攻略。哇，这款手游除了很可爱之外呢，开局也太爽了吧！旭哥完全无氪金开局，直接最完美开局，哇，一堆踢零神脚，性感的小妹子啊，爽啊，可爱。然后给你一堆资源呢，旭哥会分享这个史上最多的礼包嘛，加上最新的隐藏版序号。换了一大堆礼包嘛，所以开局就可以拿一大堆资源啊、转蛋券啊，然后手抽可以这样无限爽刷。那刷不满意，你可以换服再刷。像旭哥就说到这个非常好用的神脚啊，赏心悦目又有妹子，赞赞赞赞赞。还有黑丝袜，这个《冰雪奇缘》是。好，史上最多礼包嘛，最神的阵容，最强的手抽，然后还有最强的福利啊。真的旭哥吃香喝辣，把它领起来，有没有？可以无限爽刷，领了一堆又可以继续刷。好，还没订阅频道呢，记得订阅频道，随时观看旭哥手游攻略。那频道呢有各种最新的手游攻略，还有礼包码、礼品码、兑换码、游戏的虚宝序号独家最新。好，那么进入游戏。开局呢，被恐龙追啊！还好他进不来，怎么听起来涩涩的？什么东西进不来？被那个大恐龙追，前面动画就这样没了，还以为会有更多的动画。那就是很经典的放置型手游。好。非常的经典，而且很怎么讲，很像大家常在看到那种玩法，放置型的经典玩法，就是已经大家看到腻的那种。大家在想要怎么形容？反正就是大家很熟悉的放置型，好，这样形容应该比较贴切。好，又升级了，可以调整站位，一样是放置型前面的基本的教学啊。它教学不知道可不可以跳过，然后领放置奖励，哎，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来，我们先来升级一下，继续放置吧。等下是不是可以开一个 auto 放置？又遇到恐龙了，应该会有人来救了吧？妹子来喽，性感的妹子。我还有狼人呢、啊，太猛了，直接把龙锤死了，太神了吧！这边100级啊，靠！我们应该是直接被秒杀了吧？开什么玩笑？哦，有人来救了，圣骑士来了。哎呦，圣骑士很坦哎，猛哥一个。哇，我方有神脚啊！哦，秒掉。他的这模组很像魔兽那模组，好，回来了，来领这个奖励，就来孵蛋了，来凑一下手抽啦，来，各位观众，手抽来了，圣骑士吗？哎。黑丝袜的妹子帅哦！旭哥来分享这个游戏史上最多组的礼包嘛。
加上最新的隐藏版序号啦。首先呢，点画面左上角人头，点进来之后呢，我们点画面右手边有一个礼品码，礼品码就是礼包码、兑换码、虚宝码、序号、CD key 什么的启动码。点这个礼品码，在画面中间输入这个礼包码了，就输入这个大写的 HAPPY DAY Happy Day HAPPY DAY， 你先按确认。它显示兑换成功，那已发放这个奖励到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输入这个 M I D A U T U M N， 旭哥帮大家独家找到的隐藏版序号 M I D A U T U M N， 接下来按确认，它显示兑换成功，那奖励发放到信件。接下来输入这个 Y D 6666。YD， 然后6666四个六，按确认，显示兑换成功，奖励发放到邮件。接下来输入这个 YD， 然后7777 YD 7777，大小写自己注意一下，不确定大小写是不是会影响啊，反正兑换成功，发放到信件。接下来输入这个 YD， 然后8888。YD 8888，接下来按这个确认，发放到邮件啦。9999，既然也来试一下 YD 9999，来试一下，这个没有。来帮大家测试一下比较常见的几个 VIP 系列的666，看有没有，还是小写的。好，没有。不知道大小写有没有影响，就是输入大小大写看看。哎，好像大小写是没有影响，因为它这个好像还可以领，它显示可以领。好，所以应该测试大小写。那非常多礼包码，接下来我们到左下角信件，这边就有这个礼包码的奖励，然后加上大量的奖励，你看，哦，好几十个资源。哦，有这个神装。地狱少女，还有这个，哦，赞哦。然后这个是转蛋券什么的，换起来，钻石，然后突破石，哎，领一堆，突破石，然后经验值，哇，直接最爽开局了。突破石、金币，啊，一次领起来好了，一堆突破石啊、金币啊、经验值，然后转蛋券。开局可以爽爽抽了，无限刷手抽啊！不爽的话就是换其他的符再来输入一次礼包嘛，然后再来抽一次，很简单，这个刷手抽，所以可以无限刷。那我们就来开抽了，反正我们有这个一大堆转蛋券嘛，无限抽就是你可以换个符，然后再继续无限刷起来。来，哦，传说神角，哎，哇，超稀哦！最强神角免费拿了，这也太帅了吧！这一只好像咸蛋超人，他那个头上那个，我还不会中两只吧？哇，传说又中了，超稀有，好屌！这游戏的出卡率会不会太高一点？又中一个传说啊，德鲁伊，而且是个妹子啊。接下来是史诗，哇，中了好几个啊，太屌了吧！继续来抽一下，它后面还有就是心愿也可以必中神角，哇，最强的手抽直接爽拿一波，哎，好像十连抽是比较好一点的，十连抽刚刚中比较多啊。这边还可以心愿，心愿就可以直接拿所有最强的神角，像旭哥已经拿到，刚刚那个剑好帅啊。游戏其实还不错，哎，而且很可爱。那开局它其实转蛋还送蛮多的，还不错。旭哥的阵容啊，一键上阵，这个都可以一键上阵，哇，直接战力暴增，而且这一只超帅，直接养起来了。
这只好帅哦，剑好。你开局资源给你很多啊，你就可以一直把角色冲起来。再突破，先把它冲起来。好，非常帅气，一个前排 A O E， 然后附带这个沉默，好帅啊！剑好，然后这个女角，还有这个吸血王子，恶魔审判，也是很强力的输出哇！开局我们这完美开局啦，该有的角色都有了，那开图鉴还可以再拿钻石啊，好，爽你一波哦！这个开局实在太爽了，分享给大家这个最爽的开局啦，太爽啦！好，那大家记得订阅旭哥频道，看旭哥手游攻略礼包嘛，赶快去用吧。好，我们下一集攻略见。